大家好，我是宏林，今天我们要玩一款游戏啊，它叫做 Getting Over It， 没错吧？应该是没念错。那这个游戏啊，我们简称它叫没教老爹。那第一，他已经比我先前一天先拍了这个游戏啊，其实游戏是我告诉他的，不然他不会不知道。就没想到，被他先拍了，哎，所以今天啊，我自己又来拍一个，这本来是我要拍的，你给我拍走了，真是的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玩这款没教老爹 New Game。哦，不是啊，老兄，你是怎么进去这个瓮子里面的啊？你这个不是你妈从小就把你塞在瓮子里面，你长大怎么会在这里面？而且你这瓮子是敲不破，是不是啊？你永远不能出来啊！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你这个哇，一身肌肉，我靠，你这肌肉真的很屌哎，很性感哎。武士，我是武士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一名武士。看看我这一身的肌肉，就知道我是一个练武的奇才。我从在深山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名响彻江湖的武士。看我这一身的武学身材，你们就知道了，是吧？没错吧？嗨，先来随便耍个几招，嗨，快下配退退退不的，好 ，Let's go go， 来砍树，来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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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叫你上上上上上去，他过奶奶的。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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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啦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有点样子哦。星，哎呦，来，哦，我很轻松的这个过了这个，我很轻松的过了这个第一关啊。其实这游戏玩起来是不会很难的，而且其实这游戏是非常适合我这种有修身养性的人在玩的，脾气好啊，做事又细心啊，做事情又不急不徐的这种人才有办法玩这款游戏，因为这款游戏是非常的挑战你的这个，你的所有的素养，人的素养。这个游戏可以贯彻你整个人的素养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哦，继续这个下一关。从你们刚刚开始看我第一关就知道，我这游戏应该是非常得心应手的，对吧？来，头，小心头，小心头，快快，好好好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不是那什么啦，是很大力哦。来，聪明，不是，来一小一小，黑小黑小，放下，来远一点，来，我，来我们向下，来，不是，好，来我们现在斧头向下，向下顶起来，不对。上去，上去，乖宝贝，乖宝贝，来，我们唱一遍，我是很有耐心的，好不好？我是一个不容易放弃事情的男人，男人，我们身为男人就要有毅力。来，这个斧头不是叫你推下去啦，顶起来。捞起来，捞转，好，你这样转不动没关系，你这样转不动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教你，这样子，好，挂上去，来，我们先捞一个，捞一个，不对，捞一个，不是，捞一个，不
不是，哎、欸，好好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啊！预备备，预备备，顶起来！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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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这样子坐下去，这样子，靠腰太短，你这斧子不能做长一点的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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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就这样，转上去，好，很好，把自己放下来，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那个空间，来放下，好冲，唔掉哦，安尼唔掉哦，顶，好，很好，帅帅帅一个，你儿子以你为傲，虽然不知道你这个老爸是什么低能脑袋会把自己塞到这个瓮子里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慢慢来，唔掉哦。S 好，预备，预备，顶起来，顶起来，来 ，good， 聪明孩子，你飞起来啊！我把你放到这个桶子上，干，起来，哎，很好，下来。来斧子转，顶一个，好，斧子转，顶一个，很好。干！好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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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，我不会怎样啊，只不过是个游戏嘛，怎么会怎么样呢？对吧？我好。好声好气的再跟你讲一次哦，你这个哦行为哦举止哦稍微给我注意一下，不要他妈给我太过分哦。预备哦，准备好了哦，准备好开始哦，顶起来。一宿，好好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一宿，这个就很难了呢，应该是要这样顶起来，哦，蛮厉害的嘛 ，S， 好，这里就是我们关键的一刻啦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你自己吗？相信哦。预备，上！八七哦，来，我们再一遍。预备，预备，上！这小，那小，一小，一小，一小。好了，你 OK， 我 OK。预备。预备 ，Yes， 哇，很辛苦，哇，很辛苦，我真的体谅到你的辛苦。我来一，不是，来，摆着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往下，放着，把自己放在这边，放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往这个嘛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个拱下去，然后咻飞上去。OK， 预备，一、二，one two， 把这个举下来。好，现在怎么上去？这样子上去。请问一下，这要怎么勾啊？这要怎么勾？你跟我说嘛！这个要怎么上去？让我上去！给我上去！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慢慢来，
不对不对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应该是这样，这应该要，你有小孩，如果不是个低能的话，我真的名字倒过来写，哪一个老爸要把自己关在这里面啊？神经病哦！你冲杀小啦，上去！干你娘！你是白痴哦！干你娘！你是白痴哦！冲杀回！我想到还有一个方法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靠北啊！干你娘嘞！干！好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真的是哈，这游戏真的是写成样啦。